예, 여태까지 분들은 아무것도 아닙니다. 오케이. 现在唱的这几个都不算什么。 저희 앨범 노래 말고 제가 중국 노래를 준비했는데. 我想你的眼，求你让我在爱一遍，让爱在味道原点。我觉得你唱的是不错的，但你唱的时候，我嫌一直在。那是怎么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이게떨림이너무보여줘서보여와서보여줘서 원래 더 잘하는데 너무 떨고 있어요 지금. 他说他本来其实唱得更好，但是他现在一边唱一边在发抖，就是很紧张。我跟你说，因为他在抖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太想证明自己是主唱了，所以有压力。